美国华人艺术家协会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华人著名艺术家邀请展邀请了当今世界画坛上享有盛名的华人艺术家参加，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等画家们的作品，作品的种类包括油画、水彩、国画、版画等。大部分的画家在绘画艺术道路上全情投入，他们的作品风格朴实，笔法生动，有强烈的时代感，包含着真挚的情感，一起构筑成丰满的视觉世界。艺术的真谛在于对美的永恒追求，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展览作品的形式各异，个性多样化，通过展出让我们相互交流，增进友谊。